美国大选呢，部分的选区还在计票。最新的进展是呢，川普呢再拿下一州，20年来首度是由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赢下了内华达州，加上了6张选举人票，累计达到了301张。那这次大选当中，川普累计已经拿下了6大摇摆州，最后一个是亚利桑那州还在最后的开票，目前他以52.5%的得票率领先，有望呢预计会拿下全面7个摇摆州。